给这盆洋桔梗施下肥。这盆洋桔梗第一波花已经是开败了，大家看还结了一些种子出来哦。但是我发现有一些花苞它还没有绽放就消苞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大家整体看一下它的这个情况，大家没发现底下的叶子是这种微微发黄的，然后又消苞，这明显就是缺肥的一个表现。所以现在我要来给它施肥，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，所以我就用这个长效肥给它埋一个半包，因为花盆比较大，我就把它撒在这个盆土表面，因为这一盆的话土少掉了很多，现在再给它加一层土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如果天气凉快的话，最好还可以给它施一下这个速效肥。如果你的洋桔梗也和我的这样消苞，叶子发黄，那可能就是缺肥了，赶紧给它施肥哦。